唱过你哟。去虎头山那边去拍黑颈鹤，从拉萨出发的话应该就是7:30左右就到了。下的雪也比较大，路上全都是积雪，差不多要多花个1.5小时的时间。太阳刚出那会就差不多已经就快要飞走了，天黑的时候才回来，跑到那个田地里头觅食，到处飞，它也不冬眠。在林州的话随便都可以找得到，特别是在田地啊，像一家子啊那种，满足不了自己心里面的需求，但是成群的就难去找得到，除非能找到它的夜栖地啊，那些就差不多有70-80只，出来的片子也好看。像今天这种天气也没有好的光线啊，那些情况下差不多也要在那边等上个半天。老百姓的也是把它当作神鸟嘛，现在走到哪有一个习惯，就听一下是不是在黑颈鹤在那边叫啊那种。拍不到就感觉自己落了个东西，或者是缺少一样东西一样。像我的话，以前我性格也算比较急，一蹲就要蹲个半天啊那种，人的性格也会慢慢变，也耐得住。-10几度，待个将近半个小时左右，手指头冻得快按不了快门键。觉得往里头走，黑颈鹤，那我们往里头走一下看一下吧。通过朋友又托村民啊，一个一个去找，各种各样的渠道去了解那个黑颈鹤在哪边觅食。我们这边的老百姓保护意识比较强，下很大的雪啊，他们没吃的时候，老百姓也会去撒青稞啊那些。觅食的时候几乎都不会起飞，它可以在这个地上可以待上个2-3个小时都没问题。前面发现了4只，一家子很难有这种，抚养2个幼鹤的话特别难，对于这个他们的家庭负担比较重。我100米左右的就可以直接就过去，到了30-40米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在边拍边往那边靠。这个镜头的话都有4到5斤，不要穿那么特别鲜艳的那种，就容易把他们吓跑。黑颈鹤跳舞啊追逐啊特别好看，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田地上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不像待在城市里头一出门就是高楼大厦啊那种，对于个人来说很治愈自己的那个心情。我退伍然后分配到我们拉萨市文联，2016年的时候我的师傅把我带出来到虎头山水库过来拍黑颈鹤，蹲了2个小时左右，拍是拍到了，但是虚了。我们一天不吃饭都没问题，只要拍到一张好片就觉得这值了。今天林州纳曲山楂、林芝山南日喀则这些都转了一圈。山楂那边是属于它的繁殖地，就我们到那边去拍，住到帐篷啊那些狼的叫声啊那种能听得到，因为他们是成群的嘛，直接躲到车子里头，咳一下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回声啊，那种还是有点后怕。拍人物啊那些，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去拍，像黄鸭啊、赤麻鸭啊那些，像我们夏天都可以见得到，
像黑颈鹤啊那种，它的出现率也比较少，除非冬天。每年过来的那个种群，我说不定不一样。有些鹤是从新疆飞过来的，有些鹤是那个从那曲，还有甘肃，像岩羊啊、藏羚羊、野牦牛都拍过。现在的环境也变好了，然后野生动物越来越多，路也变好了嘛，几乎都是柏油路，能扛得动相机就一直拍嘛。